起码我敢拿剩甲客白身体先刷走一步啊，安尼才有机会甲客白谈判。那么，敢来当继续为阿丽拍呢？伊又继续威胁，逼我做出伤害亲人的代志。我若无及时阻挡，互客白成功变成乌车，这个世间都无人有法度阻挡伊啊！客白，你唔通怪我嘞。是你先欺负我的，你害我林才做老爸。等我发现事实了，你替我爸爸的性命危险来威胁我，为着保护你伤害我的亲人，为着我会当倒转去老家林做鬼种，给我新的人生，我不得已用这个手段来跟你对抗。我今麦就出去游桥。你清醒啊？陛下，道行，你清醒啊？什么道行？道行是谁？你又搁是谁啊？客白看起来无残像是伫演的，敢讲伊因为三分还未归体，所以无法度认得任何人，甚至陪伴伊六十年的牵手，拢放袂记。你袂记我？你什么人都安尼袂记？你哪会给我放袂记的呢？高，即马这是到底什么情形？你来的时阵，伊都已经清醒了，是吗？是啊，因为等下我要去参加亚杰的婚礼啦，因为我惊有啥物死较惨，所以我就先坐过来遮，看江总裁状况是安那。啊，想知我礼拜了，我就看到伊精神啦，我连医生都袂过叫咧。哎，敢？啊，袂认得你。伊有问我，我是谁啦？哎，这是倒位啊？啊，江总裁，我看你先倒落来啦。老夫人，我看你敢要先去叫医生过来，小检查一下，较妥当啊。好，你先替我照顾伊一下吼。恁头白路平床较好些。我想做要听伊的啊。啊！恁到底是谁啊？伊即马精神嘛好，要甲伊带走嘛较简单。啊，江督察，可能是因为你昏迷一阵啊，所以一时无法度想起过去的代志啊。啊，不过你唔免惊啦，阮拢是你上亲近的亲人，袂伤害你啦。啊，你是安怎搬我起来？你想要起来是？我先扶你起来坐坐。啊，是你感觉这空气无啥好，我带你出去溜溜的啦。好。客伯，你这么着急，又来这创啥？我来你当三工，把我的身体刷走。想做变哪做？金夫人呢？资金已经够贵啊，再加上陈忠诚迄个人投的钱，加加起来有两千几，拢伫我的手头。而且乌车马上就当提到手啊！我伫王亚芝的婚礼华丽回归，陈忠诚迄个人就一个一个等着，互我踏到船，我个饮食。落伫这个时阵啊，绝对袂当有任何的记挂。我爱你，甲我斗相共。听起来一切拢伫客白计划中进行，安尼离客白完成心愿就愈来愈近。我实在替你欢喜，客白，我伫遮先恭喜你。那是你这客才要听较大声，不成像瑞安，为了一个毋捌讲过过。叶罗在兴跟我毙命。客伯，讲到瑞安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客伯，你若是答应我，我保证我以后足乖足听话，袂甲你惹麻烦。
你要我答应你啥？敢袂当予我加留伫台湾一寡时间，莫答应 Ryan 把我送转去新加坡。我保证，我绝对袂破坏你甲 Ryan 的计划。求你啦！我哪有答应 Ryan 把你送转去新加坡？我哪有可能答应？连我家己都唔知。Ryan 敢毋是发现家己的身份，所以甲你达成协议？伊讲伊即马无需要我，我是转去罗家的冻罗椒，所以伊就甲你提议，肯甲我送转去新加坡。伊根本就无问我，伊甚至讲你都竖着听，你哪样你简单都受着伊控制啊？所以客袂得是真无待遇哦。你若无想要转去，我是变哪逼你啊？甲你绑起来，送到转去，还是讲？你嘛有瑞安反背我，那呢我唔是，连你这个客查某囝拢无去啊！唉，做一摆失去两个相亲的亲人，客袂甘实在会掉。所以我会当留落来。卡是你的，你当然嘛会当留落来啊！好啦，行，帮助客妹，把行李收走。医生，那麻烦你一下吼，较紧。老年啊，啊你那咧雄雄公公，敢是当中才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无啦，那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都伊雄雄清醒起来，我来请医生哦，进来甲看卖一下。清醒过来，看起来我的肉身已经要完全恢复啊，起码就当我的魂魄归位啊。真正是好消息啦。咱进来看卖。人呢？哪样呢？他这车明明搁伫迄只，我可叫家伙小甲影一个，安尼目前你都无去。小芳住在底下。是啊。真可怜，伊甲江春来撮走，进来急救。我去找保全，帮忙找人。好，多谢你。那遐尔对我好，杜成的爸现在打前去那尔，啊，伊就出现伫迄只，看到伊，佮听到讲伊的爸先亲切了后，佮我那遐尔欢喜。他即马变安怎？佮出一本乌册。那可落在伊手头，安尼真少，但是就无当收煞。啊，客伯，想要做瑞安要甲你的爸先带走。拄则我毋是有讲啊，瑞安即摆知影家己的身体了啊，愈来愈无法度控制。伊甲我的身体带走，就是要甲我的身体毁掉，我互我转去啊。今日去找人。那叫张彪。你按照伊的指挥，有听到无？你给我再好好参详哦，莫个代志不管无我做出啥，听清？你不管你好好跟我参详啊，今日交这个题目，拢是你逼我的。你想开啦！我无想要伤害你，拜托你，你想开。是你啊，珊珊，我无都停落来，因为我已经无回头路啊。绝对无可能帮我刷的，一定全部报销的。警察，给我。哦。
这的风景也无什么特别啊，你要带我去倒去看？你停在这做啥？啊，这风景也无水啊！哎呦，你是想要安怎啦？叫我叫他做啥？是的，吉贝，我今嘛干来当，把你身体开掉，才会当保护我亲人安全。过去你采用我，不用我的温情，就甲你利用我，抢走我身份的这条线，大家小赌气，后生人佫赌着，当作无熟悉，谁拢无欠谁。地下拢水呢，我的意思啦，你是要创啥啦？你是要创啥？你拄则不是叫我乞白？哪里敢乞叫呢？乞白，这是你的命，你唔通怪我。不会啦，我不会死啦！救人，救命！啊！我啦！Randy 啊！你应该要伤害我身体啊！金龙香，出事！别给他杀了去啦！我拜托你了，你给我做出这块善点。是，我爱他，我爱我爱死啦，我爱死啦！救命！救救！救命！来，你别冲动，你安尼做是犯法的。有什么代志？该开门好好商量。进来救我啦！你别过来啊！那么你准备替伊休息？不爱了，我不爱死了！该救命啊！救命！你说闲，你若非叫我，你莫要死，你所为是人我赔偿。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我无回头路啊！要死大家都要死啊！你开门，你的爸心真有危险。你跟阮好好讲啦，哈！你到底想要讲啥？你讲啊！应该是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已经知影我是罗家峰啊，我是罗三英的后生，我绝对无可能告你伤害我亲人。啊你，你连续利用我的爸爸，还佮有子的性命来甲我威胁，明年我去做歹代志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反制你。你要用我的身体来威胁我，这是你逼我做。我知道你在王金的身体内面是有期限的，到最后你的三条魂魄也是要回去家己身躯内面，那无你一定魂飞魄散。我虽然看袂着乌青，所以我就用你的身体来给你交换条件。好啊，什么条件？这你讲。三站伫边啊，你当做咱的公信。第一，你袂当去对付老高；第二，你两个迄个江面的交出来。第三，你还有所有人拢知影，伊的身份到底是啥？而且的承认，这一切都是你家己诡计。安尼，我厝内人才能真心接受我。讲到底，你就是要把所有垃圾水拢泼伫我身上。你通讲清清气气，当去做你的罗家峰。你是来救我的哦？我两个排狼啊！我两个排狼啊！佩佩，小心起来啊！你卖把 Ram 丢掉的，你安尼足危险的。Ram！ 你是谁？你是好人来救我的吼？摸不着，我没伤害你，我也不会。老魏，给派人保护伊，袂当有任何事干涉。先生，你嘛同款。说落来，是我甲乌车重新结台的时阵，绝对袂当让瑞恩过来摆事。这个代志真严重，无人会讲实干。是，我知影。